活在金光明经说啊，喜欢布施食物的人，生生世世得到两种福报，念一下，长寿无病，升天，所以长寿又无病，所以因为布施食物的果报。好，那我们现在顺便念一下辨识咒。如果你不会念，念什么？嗡啊吽，再不会念，交给阿弥陀佛处理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交给观音菩萨。施食法门是观音菩萨提倡的，所以你要是不会念，你就念"南无观音菩萨"，"南无观音"，化为甘露，布施众生，这样就好了啊。或是你念一下"唵嘛呢叭咪吽"都可以了，观音心咒，所以念一下"唵啊吽，唵啊吽，唵啊吽"。来，再背一次，我怕各位忘了，好不好？来，供养三宝，供养阿弥陀佛。供养护法善神，供养家宅五神，供养现世父母，供养往生父母，供养七世父母，供养历代祖先，供养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你可以观想造成生病的，包括堕胎胎儿啊，就是都给他们来供养一切众生啊。嗡啊吽，来南无萨瓦达那哆瓦罗吉帝吽三不奈三不奈吽，南无萨瓦达那哆瓦罗吉帝吽三不奈三不奈吽，南无萨瓦达那哆瓦罗吉帝吽三不奈三不奈吽。再来甘露水，你手印就是这样而已，这叫甘露水。那你在念的时候，你要观想，你每一根手指头都变成五道甘露，或两只手变成十道甘露，这样飞出去。然后念到嗡梭罗梭罗，最好你点一下，观想很重要。天道、人道、阿修罗、地狱道、鬼道、畜生道，后面点一滴就是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所以啊，这样各位点一下啊，观想哦，以后你指甲会发亮。佛陀的指甲不用擦，是吧？指甲油的，红红又亮亮的，啊，指甲还往上翘呢。哎，各位手这样来。这样，中间有没有洞？有洞代表你杀业重，所以我刚刚中午看到你们在合掌，大家都是这样哩哩啦啦，要这样，要和好啊，对不对？好，我们要第六第一来。那么娑罗波耶，那那耶罗耶，那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那么娑罗波耶，那那耶罗耶，那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那么娑罗波耶，那那耶罗耶，那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普供养他们。什么都拿得到，包括黄金、珠宝、房子。来，安夜夜那三宝哇哇子来吽，安夜夜那三宝哇哇子来吽，安夜夜那三宝哇哇子来吽。然后各位又观想药，像这两天各位布施的两包啊、三包啊，那个资粮永远在。就像你坐在飞机上，你不可能去点这个的吧？但是你已经做的功德。你来净宗协会曾经布施100块美金，你曾经去参加放生，你曾经印经典，请问那个功德在不在？永远在。只要你回向过法界众生，这个功德永远都在。所以你走到哪里，还是要把这个功德布施给他们。就像我现在点的这个药，然后我会默念，再念是嗡啊吽，就是佛菩萨的功德，自己所做的功德都融入在这个药里面、水里面、饭菜里面，养成习惯。再念是嗡啊吽，这两天什么都忘了，至少会念嗡啊吽。念一下南无阿弥陀佛，嗡啊吽。啊，这个嗡啊吽是佛经说的，这个是大日如来三根本总持咒，就是总持所有佛菩萨的名号功德融入在里面，叫嗡啊吽。啊，所以我们自己功德是不够了，但是阿弥陀佛功德够不够？嗡啊吽，就是你念阿弥陀佛，然后嗡啊吽，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化为水给他喝，化为烟给他，化为米给他。请问你端饭给你老公的时候，要不要嗡啊吽？嗡啊吽，啊，你一定要让他得到你念佛的功德，啊，因为你爱他。
所以这个嗡阿吽很重要。然后现在要念药师咒，他们药师咒包括药师七佛的44个愿，包括他身上的鬼魂呢，都给他超度了，脱离悭贪啊、邪见啊，脱离对阿弥陀佛没信心啊。特别对阿弥陀佛没信心的，弘一大师说一定要加念药师经，因为药师经消除邪见啊。这个人念佛，但是而且他这个好像信心不够，你更要加念药师佛，让他信心具足，信心具足就没问题了。所以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麻烦各位念个嗡阿吽，把你过去累劫功德融入在这里面，好不好啊？来，开始，嗡阿吽，还要这个动作最好。来看前面，嗡阿吽，就像年轻的时候，嗡阿吽。就是融入在这里面了，了解吗？然后融入以后，大家吧，你看到花也要佛菩萨的功德融入，我的功德也融入，别人看到花都得到我的功德啊！你要有这种无畏施的布施的习惯啊！你点灯，愿别人看到我的眼睛得到我所有点灯的功德啊！你念佛，愿别人听到我声音都得到我念佛诵经的功德。啊，你用心在修行，愿所有的人想到我都得到我的功德啊！所以除了佛的功德，我们自己的功德都融入来。现在念药师咒，前面有堕胎胎儿，所有儿童，这边代表地球，后面有六道众生，我们的祖先跟六道众生，那他们都得到功德来。南无波揭法帝，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诃那沙耶耽那揭多耶阿罗耐欧帝三藐三菩提耶他支那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揭法帝，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诃那沙耶耽那揭多耶阿罗耐欧帝三藐三菩提耶他支那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揭谛娑诃。念第三遍，麻烦你想着你的家人，活着的人。往生的，你去祖先牌位那边拜过，你去祖先的魂墓区那边拜过，那你要观想他们，然后呢，你在这边念阿弥陀佛或任何功德，都跟他们同享功德啊。所以第三遍各位要做观想，所以各位你要背，如果你喜欢念往生咒、药师咒，你最好背下来。背下来的时候，你就不用用心背，那你在念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观想那个对象。像我现在在这边。我永远会观想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刚刚开完刀啊，还没有恢复啊，然后呢还躺着，还要人家照顾她，所以我永远放在心里面，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啊。就是说我对我妈妈怎么想，我要对所有众生这样想啊，放在心上，然后呢为他们念来第三遍。南无波揭法帝，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诃那沙耶耽那揭多耶阿罗耐欧帝三藐三菩提那智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揭谛娑诃。然后呢，再来就为他们念念佛，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嘴巴念佛，心里跟你往生的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努力做功德，今天下午又有三十细念，你一定要来参加去极乐世界。如果你已经在中品了还不够，然后我继续的修功德，你也发菩提心，愿我们都上品上升极乐世界，还要一直把它推推推推推到最上面，然后以对待你爸爸妈妈的方法来对待往生的美国人、黑人、华人，甚至往生的狗猫，你用悲心跟他们说法，那是我们嘴巴念的阿弥陀佛。那这个阿弥陀佛里面，我们用我们的利他的愿力，引导他们离苦得乐。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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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也想到我们流产的小 baby 现在得到很大很大的功德，早就坐在莲花，身体发光，加上我们继续努力，他可以品味高深。谢谢妈妈，谢谢爸爸啊，他们很快乐，这样观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冷冻活鱼的果报。阿军从事水产养殖多年，这些年随着鱼子酱和鲟鱼的价格不停的攀升，他开始决定饲养鲟鱼。阿军啊，你怎么会想要来饲养鲟鱼呢？是啊，阿军，虽然现在鲟鱼的价格挺贵的，但市场上的需求量并不大。你一下子投资这么多钱，将鱼池全部用来饲养鲟鱼，这样可靠吗？不担心投资下去血本无归吗？呵呵，放心了，我从事水产养殖业那么多年了，怎么会没有考察好市场就盲目投资呢？你们不用替我担心的啦。这么说来，您已经考察过鲟鱼市场了？是啊，你们知道吗？在国际市场上，鲟鱼鱼子酱的价格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价格，还有烟熏的鱼肉，在国外已经流行很多年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鱼子酱和烟熏鲟鱼肉在我们的市场上一定会大卖的，到时候我也会大赚一笔的。这些我也知道，不过能生产鱼子的可都得是十几年的鲟鱼，虽然鱼子酱收益很高，但投资时间太长了，风险太高。要知道现在市场上卖的大多是只养了一两年的鲟鱼。没错，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投资这么多钱来抢占市场，不要错过赚钱的好机会的。随着鲟鱼一天天的长大，阿军决定卖掉一些收回本钱，于是他开始寻找外地市场。很快，他在几百公里外的几个大城市